Hello， 大家好，我是启聪。今天呢，很多人呢都很关心一个课题了哈，就是呢这个2024年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了哈，它正在进入这个国会的程序，快要被通过了哈。OK， 所以本来呢这个课题呢哈，我是没有什么去关注的，但是呢，我今天呢我看到有蛮多人呢哈，在网上讲来讲去，讲了这个宗教司法案如果被通过了过后呢，马来西亚将会变成神权回教国。哎，我就好奇了，只有回教党执政，马来西亚才会变成神权回教国吗？现在通过一个什么宗教司法案，马来西亚就可以变成神权回教国啊 ？OK， 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了哈。我刚才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哈，去看一下这个宗教司法案到底是什么来的啊。我找了蛮多资料了哈。OK， 我发现到呢，关于这个宗教司法案呢的这个中文资料啊，真的是少到可怜了哈。OK， 所以我找来找去，我也只找到马来文跟英文的资料了哈。OK 了，大概消化了它一些内容了哈啊，所以我长话短说了哈 ，OK， 所以大家会对这个课题有兴趣呢哈，最主要就是担忧哈，这个不知道什么宗教司法案呢将会导致马来西亚变成神权回教国啊 ，OK。So， 我在这里呢，我是中立的立场啊，我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哈啊。等下到了后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能够中立哈。OK， 好。So，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了哈，这个2024年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哈。OK， 就是说呢，现在呢，正在制定这一个法案啊，然后这个法案呢是给联邦直辖区罢了哈，联邦直辖区是哪里？就是吉隆坡、布特加亚还有纳明岛啊 ，OK， 这三个。然后这个宗教司法案为什么只给联邦直辖区罢了呢？为什么其他州啊没有包括在内呢？因为呢，你要知道啊，每一个州啊，它都有自己的这个宗教的系统啊。每一个州的宗教的老大就是那一个州的苏丹啊，所以这一刻啊，在国会里面的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法案，它就只能有效于联邦直辖区，而这些联邦直辖区的这个宗教的头呢，就是我们的最高元首啊。OK， 所以大家明白这一个只涉及这个联邦直辖区 ，OK。然后它的内容是什么啊？我大概笼统的跟大家讲一下了哈。就是呢，他是要统一啊，这个联邦直辖区里面这个回教啊的教义还有法规啊，就是呢，大家要学的这个回教教义呢都是统一的啊 ，OK， 就是没有什么邪门歪道之类的啊 ，OK， 然后呢，他的法规呢也是统一的啊，就是这个宗教师啊，他建议了这个最高元首颁布了一些回教的法规，然后呢，这个回教法规呢是统一的，可以实施在这个联邦直辖区里面所有的穆斯林身上啊。所以呢，我再重复，就是呢，通过这个法案啊，这个宗教师呢就可以建议这个最高元首统一这个联邦直辖区里面所有回教的教义跟法规啊。所以换句话说，比较听得明白的意思就是呢，就是有了这个法案过后，这个宗教司可以建议这个最高元首同意这个联邦直辖区里面的穆斯林他们平时的生活作息应该要怎样，他们平时要学习的回教应该是怎样，他们不可以触犯一些回教的禁忌什么之类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啊。OK， so 这个宗教司法案就是这么一回事啦，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人有争议啦哈。OK， 所谓的争议就是呢，讲这个违反我们的宪法啦哈，因为我们的宪法呢给予所有的人啊，不管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啦哈，都有一定的自由啦。他说这个东西哈，可能限制了这个联邦直辖区穆斯林的人身自由哈。OK，
好，所以我讲到这里为止了哈。我相信我刚才跟大家解释的内容，大家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这个2024年联邦直辖区中这个宗教司法案啊。OK， 所以到这里为止了，讲这个法案会让马来西亚变成神权回教国，我还 connect 不到了。OK， 老实讲了 ，OK， 我还以为它会影响我们非穆斯林什么之类的啊，但是 OK 啦，我们退一万步想了哈 ，OK 啊，可能害怕这个宗教师啊，他先是影响这个联邦直辖区的穆斯林啊，然后呢啊，影响完穆斯林了过后，又再去影响非穆斯林。然后呢，本来是联邦直辖区的，又把这个范围再扩大去全国，大概是这样的想象啦哈 ，OK， 大概是这样想象啦哈 ，OK， 首先，他要影响非穆斯林的话，技术上就是他的那些回教的教义跟法规，跟非穆斯林没有关系哦。我不知道要怎样啦，我想不到啦 ，OK OK，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我没有把话说死啦 ，OK， 啊，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啦。然而第二条要扩散去其他的州，我觉得这个技术上做不到，因为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宗教的权利，因为每一个州的宗教的老大就是他们的属丹，所以这个跨州不大可能啊 ，OK， so。比较有争议的就是他现在是要管这个穆斯林，等下会如何用他的这个回教教义跟回教法规来管这个非穆斯林，这个我暂时我还想不到要怎样了。 OK， 好 so 我现在要讲回我刚才开头讲的啦，就是呢为什么我说这个课题呢到最后呢不能支持也不能反对，因为我看完了整个课题，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穆斯林自己的假释哦啊。Okay， 就是现在这个宗教师要统一这个联邦直辖区的这个回教教义跟法规，这个怎样看都是穆斯林的家事啦啊。OK， so 我们身为非穆斯林赞成乖乖的啊， OK， 反对更加怪啊， so 保持中立啦哈 如果说你反对是因为你怕他会变成这个神权回教国，我暂时我还联想不到啦哈，那个关系啦哈，给我也把整个情况讲得很清楚了 ，OK， 大家可以去联想一下啊，到底要怎样了哈，给说我也不敢讲赞成啊，因为这个真的是人家的假释啊，给说反对更加说不上了啊，给说这个课题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模糊了。我也没有一个结论了哈，说我已经把整个事情摊开来很清楚的给你们看了，说你们帮我讲这个结论了哈 ，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